哟，那凉的哦。霸王那凉的。很软和，你拽它上，这样上右看。嘎巴的脸，哈哈哈！你跳没？二万。挂了。挂网了，不要退，挂网了。挂网了，挂了。大娘，我以为你说你去撞网了呢。我就撞，刚才撞网了。刚才你说你这撞，我就没撞。你往挂网那个地方去。跳嘴！快快快！明孝几块受伤了？啊？明孝脊骨他还受伤了，脊骨破了。脊骨这里跳的。背，那叫对背有。背还脊骨的？不是脊骨的吗？你说脊骨一个能跳能？拐子能放了？阿妈的！我差点栽下去了。我以为说那鱼重了，吓死我了。是的，没事儿，他碰被那个三桨打过来。是的，别碰哈！大，奇了怪了，啊！哎呦！又怪怪的，这边鱼都渴了。它多大？这一个都是二分口味的，都二分差不多大。一个大，一个大。
头，椅子就二喷。那个大点还可以。可以。我得歇一歇，怎么散开了，哥们？我撒的大。休息休息，我有劲儿了就能散开了。刚才我都饿了，我饿了就没劲儿。又大又圆呐！我一休息，我这有劲儿。应该收走了吧，弄拽了。兜子来，这草鱼哦。漂亮，还打一大扁鱼。哎，我靠，你出来了呢。哈哈哈哈哈。扁鱼，干到大扁鱼了，这个扁鱼还可以。嗯。哎。这个晚上就烧这个，红烧。晚上我来涮，哥。你烧太辣了，他们不敢吃啊。挂皮了，挂皮了。没事，有点挂，没事。慢慢拽。是草鱼。你看到了？肯定是草鱼。不是草鱼，它没这么大力气。放的厉害。放的厉害，但是不大，小草鱼，最多有个两三斤吧的草鱼。你看，上来了，小草鱼一枚。嗯，草鱼。我估计它小草鱼两三斤。大王撒不好，你看古鱼古的古天怪很重。再玩那个桂鱼，你也没。啊哥，你还打扁鱼，还绕一块菜了，全搞鱼吃。这雪里红。下回再打到鱼，能打成酱油上来的管。好了，可以退了。跑不掉的这个鱼，它已经被那边刮了，头都已经出来了，往床上来了。好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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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娃子啊，大紫娃子，红头鲤鱼哦，这都这计划遇到巨鲤。今晚上的手中可吧？这计划，这计划真漂亮，真漂亮，真大。把网搞开，你让他拍。网拿过去。大计划。这计划扎人哈，扎着呢得通老半天。看不到你脸了，乖。基本上都暖和了。基本上暖和，基本上零下四度。有雨，有动静，有动静。快快收雨，慢收雨，快收下。车这边，往吧，车这边。往那边好像有雨吧？刚才出镜一下，有打到雨了。怪，这网雨多喽。别往鱼多喽！哎，可多了！哎，有一条鱼里边，有小计划。我看有一条鱼，草里这都搁草里的，扒出来的。嗯，我看它动了，全是青苔。哥哥，哎呀，那么小，那搁家有鱼塘，干放个塘里养那也可。有，放到鱼塘去。对你放到塘子里去，放到鱼塘里边，明年都能长2斤了。对，放个塘子里养。嗯。你要慢，你要收的特别慢。那指定的。哎，不要着急。一回只收个10公分。哎，一次收一点。嗯，一次收一点。我不给他掏上机会。好像有小这个里边。我过去，我捞一撒鱼，把网撒下去，抽完一只眼，再多再过来收。对，那鱼在里面，它待的就没有耐心了，它就。这就开始撞网，一撞网就好办了。是啊，不撞网你没办法，鲤鱼太尖了。有吗？我估计有，鱼肯定是有的。大鲤鱼。也可好，拜拜吧。也可。也两条鱼。那小的还要它有没用？小的给放。小的我也不放。妈，小的放了吧，小的没有性，放了吧，小的太小了，又不卖也没有人要呢，直接放生，直接跟人学着，跟那老铁起伏了，放流，还能起什么伏？我不知道，要能起伏把鱼都放了。Thank you.
带货喽。拿到旁边来收啊。好的吧。春天来了。还不小，这个鱼不小，不小，挺大的，大的。不要用抄子，抄子倒不用，不用啊。哎呀，亲，咱先把鱼拿下来再洗洗吧，洗洗啊。要泡着呢，不碍事，已经进兜了，太脏。那得先做保险事，都好好的，推它，不省些劲。这两个鱼可好，嗯，蛮大的，巨大的。行，行，哥，你不要闹，哥，你不要闹，手量，有手量，不要闹。没有，我有空。幸好我也不来。尾巴真红，这鱼的尾巴能红。鱼的红啊！红鲤鱼。红鲤鱼，鱼鲤鱼。红鲤鱼，绿鲤鱼，还有什么鲤鱼嘞？